啊，这是他的八字，好吧？怎么讲？他的贵人哈、哦，在北方跟南方，正北跟正南哈、哦，所以他有，就是说有任何事情，心苦病痛啊，或者是不高兴的地方，就往北方或南方，好吧？好、然后十岁之前哈、哦，要注意这两个，十岁之前哈、哦，我们虚岁，哦，就是到十一岁。到十岁，十岁满，十岁是就是说虚岁十岁，哦，这个之前要注意这两个，第一个是四柱官，不要当他坐轿子。现在会不会有轿子啊？有啊，那鹿港啊，什么那个有的小孩子会去玩啊，会让抬轿子啊，对啊，好吧，然后要崇拜父母或过房。好不好？就是你这小孩子以后他是蛮不得了的，啊，所以你就是过房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给人家做女儿啊，哦，不能给人家做女儿，做孙女啊、女儿啊都可以，都可以，还是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或崇拜父母，就是说你回去，这是你大女儿啊，大女儿嘛哈，第一个女生，对啊。所以你有亲戚朋友认为说他很白啊，他很白，以后他很白，就是认为说他蛮可爱的，要认他，都要认那个干女儿，那就给他认，最好他有小孩子，要结婚有小孩子的，然后你就去他家拿三字水米，拿三字水米。十五，初一、十五，三次，然后要三次水米是什么？三次啊，三次、啊哦，三次什么？水米，水米就是水跟米，对，用个小去买一个小的那个那个，然后他家的米洗一洗，然后装，然后冲在那个什么容器里，对，然后你要滚过啦，滚过以后。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喝奶都加一点进去。对啊，好不好？就是十五。初一十五。没有，十五开始。十五。容易的哦。十五，然后初一，十五。三次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三次，十五，初一，十五。三次，要吃人家的水米，然后干爹干妈一定要叫，好吧，你这小孩子哦，为人哦，他富于哦感受性的心灵啊，他很机智，他是自我依赖，他是建筑格，所以他是自我依赖，他不会想要靠别人，你知道吗？他哦，这个爱好哦，这个神秘。他喜欢跟人家争辩，但对，但争辩对他来讲哦，会增长见识，然后非常亲爱，乐意对自己的家人很宽大，这小孩子，好吧，然后这他喜欢的颜色是赤色、红色、灰色，和黑色，他不要的。是白色、透明色、棕色、黄色，尽量就是说再搭配啊，干什么？就是说有事情的话，对，它搭配这个颜色，它会比较亮丽，会显得比较有光彩了，这个的话就会，因为它很白啊，你这穿白就，好吧，然后名字这里有两组，这两组啊、这一组你会等你打开来看啊。你会认为事实是不，就是说书上写的是不吉，不是说的不是不吉啦，就是他是凶，什么吉带凶啦，但是对他来讲没有，对他来讲是好的，跟他的八字配起来对他是好的，对，对他是好的，能够增上分，以后反正以后他是才女就对了，
是有才的那个才，还是才子？才艺的才，才艺的才，才艺的才。嗯，哦，好，对，才女，才女，啊，不知道是哪方面哈，啊？不知道是哪方面的才，他会很出色就对了。哦，嗯，然后这名字哈，中间的字中，下面就是下面字，好不好？嗯，哦，因为她是女生，所以哦，这个她的八字里面阴阳都有，但是缺火而已。嗯，哎，哦，这里面你看，嗯，哦，水木哦，土金金木，嗯，哦，水土，嗯，就是没有火，嗯，啊，所以尽量用火的字，嗯，哎，尽量也能够用就用火的花的阴呐，啊，嗯，哦，所以叫陈家珍，嗯，陈代杰，嗯，哦，陈金化，嗯，哦，或是陈家化，啊，哦，现在那个Ari 好像他就是陈家化，嗯，我突然就刚只有第一眼就看到那个家，啊，可是我觉得那不好，是我大姑姑啊，嗯，就是叫陈家美，哦，等到他叫姑婆了，哦，姑婆那个无所谓啦，对啊，不一样，嗯，对啊，嗯，下面的字有个，要不然你就陈代请。陈代珍，啊，第二个随便配下面的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嗯，或是陈配哦，珍陈配杰，嗯，哦，最后一个是什么字？这个是密，密，秘密一个薄带头一个，秘密的密，哎，秘密，下面是秘密的密啊，下面是悔部吗？没有啊，就是壁呀，啊，哦，一个壁而已，哎，一个密呀，啊，它这个字读密呀，啊，哦哦，嗯，宝盖，哦好，对呀，啊，哦。陈秘境，陈秘境，陈秘泥，陈秘珍，陈秘杰。这是电吗？这字是电吗？泥，闪电。泥啊，就雨那个耳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好。霓虹灯的霓啊。霓虹灯的霓。嗯，好。取这个名字，他会比较调皮捣蛋啊。嗯。我们先想，嗯，啊，因为有一点翘脚。嗯嗯。啊，其他都比较四平八稳。嗯嗯嗯。好吧。嗯。那，啊，下面是。下面又一组。哦，嗯，这是十六画、十三画、十六画，哦，对，啊，嗯，这总比画四十五，嗯，啊，比那个大儿子少两画，嗯，哦，那个真的，陈丽珍，嗯，哦，对，也都一样啦，嗯，反正你就可以交叉应用，嗯，但是不能够又反过来就对了啦，嗯，了解，哦，了解，这里有一个井字，你知道吧？这里没有，嗯，这个井字你可以拿来用。嗯，可以放第三个就对了。哎，欸，对对对对，嗯，因为都是十六画。嗯嗯嗯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啊，因为这里写不下，我不想写了。嗯，啊这里下他写得下，要不然这里只有五个嘛，这里有六个，嗯，只有差这个几。这是什么零吗？零零零，零生零的零。嗯嗯，可以成零零吗？啊，零零这样可以啊。哦，那这样可以的话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是零零这样配 ，OK 吗？嗯，我认为不好。哦哦，好。因为人家会动动啊，就零零啊。哦，好。啊。那这个取名字，取名字你不要有谐音呐，啊。对啊，以后人家小孩子，对啊，他叫叫的，对啊，以后零零啊，人家跟你动动。哦，好。那这是什么字？零啊。一个王，一个林，双木林是吗？对。哦，这也是林。也是林啊。好。哦，陈林静。嗯，好。或是陈林杰。嗯，好。嗯，只有这个井可以拿上去用，其他都只能这样配。没有，这个这都可以啊。这边配这边，这边配这边就对。好。这个字可以拿上来，嗯，你可以加陈家井。嗯，只有这个字。但是家井不好听啊。嗯，玉井。别这样哦。啊。反正就是这边的配这边，这边的配这边。对对，但是这个字可以提上去就对了。只有这个字可以提上去。啊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因为都是十六画嘛。好，这是君。君。这什么？节。哦，这也是节。清洁的节啊。哦，是这都有重复。对啊。最下面有。下面都重复啊，只有这个字没有，嗯，我没办法，这里已经窄了，我没办法写上去啊。嗯嗯嗯嗯嗯，了解。有没有这五个都一样嘛，嗯，就是这五个嘛，嗯，就插这个井嘛，嗯嗯嗯嗯嗯，好，啊，哦，好，那这样知道，嗯，好，哦，没有哎，欸，哦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对啊，哦，好，或者
说那个你大姑姑是家字，那你就用陈代也可以啊，嗯，陈代真啊，嗯，哦，陈代杰啊，嗯，陈代化，嗯，陈代静，嗯，对啊，嗯，这个代戴帽的那个什么戴山的戴，嗯嗯嗯，嗯，这个玉不是哦，它的是属火，这样是火象的，不是它的阴，那就我们练出来是火的象哦，像你们辰的话哈。哦辰的话，如果用火影念，它是属于火；啊，用闽南话念，它属于金。哦。胆呐、啊。胆。对啊。嗯、不一样啊。哦、嗯。对啊。好，了解。嗯。好。哦，回去自己配一下。自己配一下。好。然后你要赋予它什么？嗯。赋予它什么任务？你回去字典打开。嗯。然后看一看。看一看那个这个字的意思，哎，字的意思，哦、还它的字义，好啊，念出来不要有谐音，好哦，然后你讲，对啊，哦，灵灵敏，嗯，以后跟你讲灵敏，哦，这个对啊，好，哦，啊，你还说哦灵静也可以啦，好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这个泥字是比较不好搭配的，嗯嗯。嗯好，嗯，陈佩妮，嗯，好，嗯、对啊，好，回去再想看看，嗯，哦，自己回去的时候把字打开，然后自己去调配一下，好、哦、好，好吧，好，哦，那个笔画也是蛮多的、哦，对吧？一个四十，一个四十五，对啊，没办法、啊，因为他刚好是生在这个金呐、啊，你知道吗、嗯？他是这个老虎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哦。它是金啊，所以这个里面的笔画它不能够有那个什么那个金生水生木，加起来不能够有木，有木的我就不敢用。不是，这个取名字这就是跟那个木不一样。不一样、啊。哦，你说那个笔画的那个木跟那个金木水土火的那个木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哦，了解。啊，不，这个字。哎、欸，那人家说什么属虎的不可以取有草字头还是什么的，那个没差。那个不用不用去。要看人家八字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个跟八字不一样，你要去怎么。